共和国策略完了啊，2万来人，没有摆渡车，都走回去，10多公里。这家行啊，那大客是那个人家那个。8月3日，辽宁抚顺红河谷漂流，因游客太多造成交通拥堵，许多人没漂上，摆渡车停摆，上万游客只能徒步2-3个小时下山，其中有中暑的，低血糖的，有抽搐倒地的。事故发生后，园区不给退票，景区售票处被砸，警察到场都不敢管。抚顺红河谷，游客去玩，大巴车送去的。回来的时候走了2个多小时，大巴车没有，就说是事故。红河谷，他的妈的，漂完流没人接，走了回来的，引起公愤了啊！退钱，退票。退啊！不着急。引起公愤了啊！警察在干，不敢管，引起公愤了，都要求退票呢，人山人海呀，走了1个来小时才这么下来。红河谷漂完流以后不行，回停车场太爽了，5-6公里大巴上不来，有闹事儿的，满大道都是人，这个漂流终身难忘啊，但沿途的风景还是比较漂亮的啊。红河谷漂流完了啊，2万来人，没有摆渡车，都走回去，10多公里。这家行啊，那大客是那个人家那个。华为问界车主表示，华为问界9刹车失灵，厂家说我油门当刹车，本人驾龄33年，技术缺陷，厂家耍赖，还好是在不复杂路段，如果在高架桥呢？如果边上有车有人呢？要想平安，千万远离问界。买了当心小命不保。
边开发商发山合法。他说老百姓的这个马古白家这个篱笆院搭了两个窝棚，养了100多头羊，然后已经挖到这儿了，大家看一下，来就准备马上就要把这篱笆院给挖了。就这么大个篱笆院，上面有两个小棚子，你们看看下边，老百姓在这放个羊，这么大年龄了在这放个羊就是为了生活，放点羊放牧，对吧？然后呢就这么大个面积，就非给说成是草原，就非给说成草原。你听听这挖掘机的声音，很大的面积，下边很大的面积山体都给破坏了。哦，人家在这放羊，在这搭个院子放羊就是违法的，你们在这挖山就合法是吧？啊，挖山就合法，把山这么好的山都给挖了就是合法的，他在这放了几头羊就是违法的，还有没有天理了？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天理了。大家好，现在看一下，这就是我家的这个给羊临时搭的遮风挡雨的地方。我们在这边一边放羊还一边植树，看植了这么多树，有些树都这么粗了，就自然局的说我们违法了，就给羊临时的搭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吧。小羊棚嘛，对，羊遮风挡雨的嘛。这样的事儿我们当地的老百姓都在这样做，为了生活嘛，也不止我一家。如果是我违法了，是大家都违法了，不止我一家违法吧？你们不能选择性执法，是不是？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违法的话，都大家统一执法呗，公平对待呗，公平法治呗。对，你拿着手机上里边来录一录，录录里边的面积，那边也照一下。哎，你该说啥说啥去吧，录。不要光对我一家这样进行执法，不就是讲究公平？公正吗？法治吗？那我们这当地的领导要只对我一家进行执法呢？我搞不明白，所以我请求曝光，请求社会和舆论的监督。违法的话都所有人都违法了，不止我一家，把所有人都进行拆除呗。这多少年了没人过问，这挖地了说我违法了，你们把山挖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就一边放羊一边植树嘛，这树都这么粗了，说我违法了，草原法，这山还是草原，大规模的盖房子，挖山，我们老百姓，我一个人就负责家里的经济来源，老人，还有一个残疾人，一个五保户，我们一家生活，我爸妈就种点地，放点羊，我们老百姓当地的很多人在这么搞。但是为什么偏偏对我进行了说违法建筑行政处罚，还有很多人为什么不公平执法呢？这样大规模的破坏生态环境，为什么没人过问呢？我们老百姓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这么难吗？你这个曝光出去会触碰到很多人的利益，兄弟你害怕吗？我走投无路了，我也不怕了。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为了让老百姓越来越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地方政府让我们生活一下安安稳稳的过点日子就这么难呢？这么大规模的破坏生态环境没人过问吧，我们老百姓就放点羊维持一下生活就行政处罚了，违法了还要罚款。我一边放羊一边栽树，我也没有破坏啥呀，我那边都看到了上个视频。这好像是个什么厂，把这山卖给石料厂，卖给水泥厂，要造水泥吗？卖给水泥厂，水泥厂说要挖做水泥的，不知道。我看那个帽子叔叔还去了，对对对，帽子叔叔我还有一个视频，上次来了我都录像了。帽子叔叔去了是吧？嗯，实名制网络曝光。对，马毛妮来自甘肃省和政县新营乡新营镇河沿村。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